好，那各位，哦，我们现在准备抽奖啊，校长，校长，那现在来帮我们了哈，抽出一个号码，好，二十有，一号，一号。21号，好，杨佳怡哈。对，杨佳宇老师，佳宇老师，好，在吗？哈在。，OK，恭喜你获得。哦，这样说，哎，能不能开个镜头？好，没关系哦。好，啊，谢谢哦，哎，杨佳宇老师，谢谢你哦，哎，这个2000块，哦，OK，好。谢谢谢老谢谢师，校长啊，哦，恭谢谢喜校佳怡老师获得我们的这个灯板哈，哦，这个灯板的部分。好，现在那来我们看一下上一节课的缴交作业的情况哈，哦。哇，16个人缴交，哦，16个人缴交哈，哦，有16个人缴交。这些老师，您在我的记录上面是缴交成功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那不是，哦，在这个，这些人是缴交成功的。那没有缴交成功没关系，哦，那个还可以缴，等一下还可以缴。哦，我们这个我们有分为两种缴交，哦，一种是那个你要是全部。都缴交完成了，在我们明天课程结束的时候都缴交完成的话呢，哦，我会送这个，哦，四组送猫咪哦，这很可爱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影片好了，哦，因为有人可能来不及写，没关系，你只要补缴也可以接受的，哦，这很可爱哦。你把它调整一下，它的脚还可以做不同的动作哦。哦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作业全部缴交的礼物哦，六个作业全部缴交的礼物。哦，好，啊，这个 这个造价不贵啦，大概250而已啦。那个 3D 电影的哦，问题我们虽然不贵，但是很可爱，很抢手哦，很抢手，所以说我们。只给作业这个六个作业完成的人，哦，六个作课中作业六个作业完成的人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第二堂课，哦，第二堂课，来，我们先把它，第二堂课嘞，哦，年长者的运动现况以重要性为何？本来这堂课啊，哦，在实际进行的时候嘞，哦，实际进行的时候是很简单的。是很简单的，但是现在我们改为线上之后，就有点挑战性了。哦，因为什么？它要贴贴乐，要画图，那是小组的活动。哦，是小组的活动。那线上怎么贴贴乐嘞？怎么小组的活动嘞？哦，啊，这个蛮考验我的。哦，怎么让各位小组活动的一个部分？哦，那啊，这个学习单当然也是要写学习单的。哦，好。那个博瑞哦，你先去改考卷，改他们的作业单哦，跟统计分数。等一下下课前提醒我要公布一下上一堂课的得奖记录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，各位这个简报我都教材我都有分享给各位啊，就是希望说各位如果说觉得还可以的话，回去进行看看。好，但是在上这堂课之前，为了要贴贴乐之前呢，哈，好，为了贴贴乐之前，我们得先练习一个动作哦，先练习一个动作，什么动作嘞？好，来，我现在要用 Jumbo 的这一个
然后这个江波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练习的？哦，那天晚上十点多，我跟助教在彩排的时候呢，哦，助教彩排的时候就发现说，哇，也有人跑进来练习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现在呢，哈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哦，哈，有练习哈，那也准备要加分了哈。好，我先把这个档案连结给你们。好，我把它丢在信息栏哦。好，来，各位有到这个信息栏对不对？哎，连进来了哦，很多人，很多人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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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，请在。哦，伯瑞，我们准备好加分了哈，准备好加分了哈，来啊，一样，来，请在那个，请利用这个画笔，哦，请利用画笔在自己的栏位打勾，在自己的栏位打勾，哦，好，先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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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哈，啊，那个我们办公室有两位助教，三十号是没人的，你可以用。还有哦，三十号的是没人的，你们可以用。那哦，那还有谁？我看一下，有一个事前请假的，说没办法来的，我看一下哈。还有一个二十二号也是可以用哦。那个计划办公室的人，请你们用二十二号跟三十号哦，这两格哦，二十二号跟三十号这两格，好来哦。来，哦，二十二号跟三十号，哎，那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号，你们在吗？来，有打勾的人，哦，伯瑞，请加班，哦，来，请把截图下来，免得到时候哦，好，啊，没有，来，请在信息栏里面自己打加分一下，哦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，请在信息栏里面打自己打加分一下，因为，哦，好。那我们是有截图的哦，哇，有截图哦，我们有录影存证的哦。好，请在信息栏里面打加分一下，你已经打勾完整了。好，来，那现在第二个动作呢，请你们，哦，请你们在你们的座位栏上面贴一张，哦，那个啊，好来，用橡皮。来，先把自己的勾勾清除掉。哦，对不起，一号我先把你清除掉了哈。来，把自己的勾勾清除掉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哦，对对，哦，请把自己的勾勾清除掉哈。哎，那、啊、怎么二十号有两个人？哦，好，清除掉了吗？现在，哎，橡皮擦练习完了哈。好。再来，我们呢要贴便利贴，哦，请你们开个便利贴，打上说，举一下讲，深耕两个字就好了，深耕。哎，深耕两个字，然后贴上去，啊，不准超过别，不准超过别的格子，跟你的周号不能挡住，哦。哎、啊，我的呢？我的是几号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的是哪一张？哦，请放在自己的座位栏啊，调小，要、啊、调小哦。哦，调小，调小，不要挡到你的座号哦，要不然住哦，不要挡到哎。欸哇，这么多生根哦。哎，请调小，范围调小，一张就好了。啊，便利贴可以选颜色哈、哦，不要放在，不要超过自己的格子，哎、啊，不要挡住自己的座号。哎，啊，这两张是谁的？我把它删掉哦。哎，这张是我的哟、哦。哦，这才是我的哟、哦。我把这删掉好了。好。啊，这张绿色是谁的？这张绿色是谁的？好，
哎，那、啊、怎么有笑脸的？我们是要同意生根哦。好，来，然后在家完成的人，来有没有完成？清掉啊、哦。好，请再加一分。来，信息栏加分，开始。哎，我们有录影存证的哦。那在我们练习好，我们等一下我们只会用到这个画笔跟便利贴就好了，我们其他就先不用了，哦，就先不用了，哦。那这个惊吓区啊，亲属方面不要乱按哦。那按下去大家会，哦，那像我这样按下去，就全部不见了哦，哦，不要害哦，等一下不要乱按这个哦，哦，好，哦。那我们现在没问题的话，我们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。好，这个江博练习先把它关掉。我先来开始我今天的课程哦。你看，本来只要拿个便利贴写字就好了。现在为了要上这个课，要多花5到10分钟，先教大家怎么用这个江博的部分。好，那各位，哎，对对对，哎。来，我要先发海报纸给各位。好，来，各位，你们知道你们的组别吗？等一下哈、哦，来，等一下哈、哦，啊，对对对，还有几个工作，还有几个工作。各位，你们来哦，你们知道你们的组别吧？第一组，第二组。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，哦，你们要到你们组别，组别之后呢，现在要请你们，我们要分组了，我们要分组。那现在要请各位，哦，那个博瑞，请先开好会议室。已经开好。好。那请各位依组别进到会议室，我也在信息栏里面贴了，来给大家时间进去会议室一下。好的哦，哦，请大家进到会议室哦。啊，请各位哦加入到会议室。哦，好，请大家到会议室哦。我们现在在分线上分组活动哦。好，那大会议室不要离开哦。哎，大会议室还要在啊、哦、大会议室不要太，我们同时开两间会议室啊、哦、大会议室不要离开哦，要不然你们听不到我哦。哦。大会议室不要离开哦！啊，对不起，我也要登录哈、哦，我这手哦，利用好几次的手机登录。那校长，你可以到第，你周文龙校长，如果说你要参与的话，你可以到第五组。组吗？啊，那我知道，啊，那我知道。哦，那那个，深坑办公室的人，请你们到第四组，哦，请你们到第四组哈、哦。好，好，哦，哎，我先分组一下哦。那在教室是搬座位了，那在这里的话嘞是。要线上加入会议室，大会议室不退出哦，哦，大会议室不退出，哦，好，然后都应该都到组别，有没有需要等一下的？哦，要不然我们要开始哦，
有没有等一下的？有需要的请举手一下哦。好，好像反而是我操作比较慢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一直在操作那个五只手机哈、哦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声音要把它切掉，要不然会回音。哦，好，大卫是不要退出哦哈、哦，你们才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哈、哦。好，现在。那再来，我在大会议室这边，我会贴上一个海报纸，有不同颜色的海报纸是空白的。来，请到大会议室的讯息栏，我有丢一张哦。然后呢，第一张是第一组的，第二张是第二组的，第三张是第三组的。第四章是第四组的，第五章哦，来那你们切到你们的章哦，各组的章节不要去乱帮别人写喽。好，哦，好，现在呢，哎，对，很好，有人自己写上自己的组别了。好，啊，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喽。好。年长者的运动现况及重要性为何？哦，这是我们公民老师设计的一个课程活动。哦，来，首先，在你们刚才体验了老人的生活后，请以台北市的年长者为例。哦，各位，哦，让我们现在把你们升级为天龙国的国民哦。哦，请你以台北市。的年长者为例哦，你们来预测一下哦，你们来预测一下哈、哦。好，现在首先的是个人假设哦，个人假设，每人用三张纸条写下三个想象中的预测哦。按纸条就是刚才便利贴嘛哦，你们用便利贴，然后呢可以写一下，你们像什么是什么预。随便写，看频率啊、时间啊、地点啊、目的啊、体力都可以。好，来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，开始计时。哦啊，可以讲话。哦哦哦，啊、不不，个人假设不用讲话，个人假设不用讲话。哦哦，开三分钟的时间了哈、哦，三分钟的时间。哦，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。哦，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了哦，来先写一下哈、哦，用便利贴写下哈、哦，用便利贴啊哈。三分钟的时间，那看一下你们的便利贴贴的如何。哦，好，我应该哦，来便利贴哦，第二组比较空一点，赶快写哦，每个人写三张哦，你们可以调一下颜色，调一下颜色，每个人写三张哦。哦，先写三张哦。
好，好，三分钟时间到。好，来，现在请各位，哦，请各位来分享彼此的预测，并试着分类整组的纸条，有五分钟的时间。哦，那纸条归类贴在一起，并一起写出分类的名称。哦，举例来讲，那个摩托车、卡车，你可以哦写个车子，然后再写写摩托车、卡车，这都属于车子类。请帮你们的组，然后来再请帮你们组别想一个跟老人有关的组名，哦，写在那个你们的Jamboard的那张纸上面。好，计时五分钟开始。哦，欸，要分享啊，分享你们可以用打开语音来讲话一下。哦，啊，大会议室的麦克风不要开，是开小会议室的麦克风。哦，你们可以讨论一下。哦，彼此分享一下。哦，啊，有人可以出来主持一下哦。哦，哦，啊，哦，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你们的组员一下哈，哦，自己互相开小。啊，那个玉慧可以帮忙主持一下啊。哦，第四组的玉慧可以帮忙主持一下啊。你们可以彼此分享认识一下，这是 小组比赛哦。啊，第二组的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哦，怎么大概麦克风关闭怎么讨论呢？请说。那个，老师，你的大会议室要关掉，不然我们音会有，一直音会有。
哦，各位都是老师嘛，大家赶快出来主持一下哦，讨论一下啊，分享一下啊。哦，还有40秒哦，有分类好了吗？大家都不讲话，你们我现在哦，玉慧不错，帮我主持。这个阿成老师不错哦。哎，千惠老师有帮我主持，谢谢。哦，那第一组好安静哦，素琴主持一下，帮忙带一下嘛。你看这时候临时分组。哦，卢雅老师，谢谢帮忙主持哦。好。来，时间到，哦，好，时间到，好，那现在要那个推派一位代表向大家分享你们那一组的预测与分类，哦，每组要分享两分钟哦，哦，每组要分享两分钟，那先给大家三分钟。来推派代表，哦，准备哦及美化海报，美化海报。那你们先推派出一个代表出来之后呢，剩下人怎样？赶快帮忙画那些海报，给他画个星星啊，用那个画笔给他画个星星什么之类的。哦，那个来第一组谁报告？第一组谁？我们先推派一下代表。哦，第一组要写报告。姚素琴老师。哦，姚素琴老师。哦，好，那第二组呢是谁报告？有没有人推派一位？赶快。第二组要谁报告？第二组的有听到吗？哦，第二组的推派一位哦。那就快学老师好了啦，还是？哦，你们赶快讨论一下，赶快推派出来哦！好，来，我给各位各组都推派了吗？哦，我们等一下加分的哦，那个报告是加分的哦。哦，占了五分了哦，五分、四分、三分、两分、一分了哦。来，好，我们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。好，开始。那报告的人看一下内容哦。然后没有报告的人呢，赶快帮忙画笔哦，因为报告人他怎么想都两分钟的即时演讲，怎么针对你们的东西来做即时演讲？哦，哎，哇，哦，这很漂亮哦！你看，赶快分类，哎，那个组名名称要想出来哦，哦。不要输给小朋友咯。哦。啊，想一下怎么报告齁，啊，怎么分类齁。啊，记得有人呢分工齁。哦。来，记得哦，要把你们的分类用那个标题把它写出来，写出一个分类名称，叫你们纸条归类在一起。哦，我刚看了海报，哦，你们很多人是没有把那个，哦，你们的海报上面要哎。哦，还有用新制图模式哦，很棒哦。哦，啊，你们的主题要不要用只用这个标？第一组，你们用文字方块写一下你们的哦哦，有态度什么，这有分类的哈，哦。好，那第二组你们有没有分类？哦 ，OK， 好，第三组，哎，欸，哇，第三组好漂亮哦，图文并茂哦，强哦。啊，第四组嘞？哦，分类的很清楚哦，
标题名称没写出来，你们哎，你们的主名，你们的主名没有出来，对，我刚看一看，你们主名都没有出来，哎，哦哦，第三组有主名，哦，第二组，哦，不错哦，加油加油，主名，哦。还有三十秒哦，还有三十秒哦，赶快赶快啊，我们要报告了哦。好，我们要报告了哦。好，时间有限哦，啊，各位有听到这个闹钟已经响了哈、哦，好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报告了。报告顺序怎么给？怎么给？怎么给报告顺序？我们就从，换一下，有没有志愿报告？有没有志愿地址报告的？有没有志愿地址报告的？哦，那我就从三好了，从第三组开始啊、哦。好，那大家现在请专心听了、哦、哈。那个。海报不要再动了、哦、海报不要再动了、哦、好，第三组请专心，我们从第三、第四、第二、第五、第一、哦、报告顺序、哦、来，第三组的第三组来，请你开麦克风，第三组的谁负责报告？老师，我负责报告好了。第三组你是老师，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？谢谢。中国小徐千惠。原东国小徐千惠，大家有听到吗？有有哈有哈有。大家好，我是代表。大家好，我是代表。生活爱健康，那我们知道，那个你随着年纪越大，大家对健康的意识就会更强烈，那对健康的要求也就会更明显这样子，你希望能够老得健康，然后活得快乐。那老师的问题上面有说呢，这个时间大部分在什么时候？那经过我们的小组的分享哈，有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在早晨，好，然后只有一位觉得哈是在傍晚的时候。那运动的地点大部分是公园，还有住家附近散步。然后再来就是，这个在离家近的周边公园或周边道路。好，刚刚还有想到一个，就是居家附近的学校的操场这样子。那运动的类型大部分就是做那个简单的暖身操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字比较小哈，每天早上啊，然后就是走路到固定的某一些摊位。然后可能跟这些熟悉的邻居朋友聊完天之后，就会回到家里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去爬山，然后以增强肌力的散步为主，就是散步的时候希望能够增强他的肌耐力这样子。好，那类型哈，运动的类型还有就是清晨还会打太极拳。然后再来就是用手拍打身体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符号体力的一些动作或运动。好，老师不好意思啊、哦，时间关系哦。谢谢。来，再来是第四组报告。啊，第四组运动什么？运动乐龄运动去。第四组有没有人可以报告？第四组有没有人？我只认识、啊、那个钟明老师，是，你可以帮我们第四组报告一下吗？好的，谢谢杨总，谢谢杨总。好，
我们这一组呢，就是主题是乐龄运动去。那地点其实都是在户外，河滨公园。那运动方式呢？一般是散步，或者是伸展活动，或慢走，还有伸展操。那因为膝盖退化，还有耳蒂不好，所以只能做一些缓慢的运动。那运动时间大概是早上或傍晚，比较太阳比较低的时间。然后运动工具大概是骑脚踏车、U-bike， 然后或者是走那个健康步道。好，以上谢谢。好，谢谢周明老师。来，那换第二组。第二组，我们能不能请谁报告一下？你们自愿报告的第二组。好，我。好，那我们计时两分钟，请开始。那我们第二组就是简单的给自己的一个名字，叫做闲话家常运动。然后分类的部分主要是以运动项目来做分类，所以第一类就是去操场做运动啊，做晨操，还有跑步这个部分。所以这中间有夹杂了那个时间的那个部分。然后第二类的项目，就是聊天、串门子、喝茶。那第三类呢，就是福利。那我们有一位组员写福利很好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包含了可能政府啊，或者是社区会提供一些比对老人家比较优惠的福利设备或者是措施。对，包含像我们社区就有提供老人家免费的那个欢唱 KTV 一整个下午，那这个也是当初是一种运动。那最后一个分类就是光合作用组，可能就是那个行动比较不方便的老人家，他可能就是利用有出太阳的时间，他就会去公园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简单的报告，谢谢。老师。老师，你的麦没开。好，那个大家好，我们先第五组报告。对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五组。那我们这一组的组名是“老是这样”，就是老人家可能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比较负向。那“老是这样”就是也让我们对老人家有不一样的看法哦。那年轻化，那我们的分类的方式大概用活动、地点、时间和目的这四个方向来做处理。那活动的部分，老人家因为不太适合做一些比较剧烈强烈的活动，那他们也需要比较多的人际交流，所以健行、散步、旅游、登山、甩手活动这一些部分对他们来说是还蛮适合的。那地点的部分可能在步道啦，那公园我觉得是老人家也会经常汇聚的地方。然后旅游就是老人家常跑透透，尤其是有那一种两天一夜的啊，三天两夜的，他们老人家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。那登山就是爬一些家里附近的山或者是比较熟悉的地方。那甩手运动是随处可以做的。那时间的部分呢，有的是每天，有的是每星期，那有的是每月。那主要的目的是增强体力，那修身养性。那还有很重要的，我觉得是心理部分，就是人际交流。还有生理部分的是防止退化。好，我们这一组报告完毕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我们换第一组报告。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那个第一组姚素琴老师。然后我们分组是分为四大类，第一大为地点，地点一般都会在那公园跟家里附近走走。第二部分是体能放，
他们停得比较慢的话，他们会走一些像走路啊、下棋啊、伸展操啊，哦、都利用在公园，像一般社区有运动公园，然后小公园，哦、那种一小小东西那边来伸展，哦，那或者是如果附近有运动场的话，也进去里面来走，哦、然后在时间上的话，他们一般都用在清晨，哦、通常是七点之前的、啊，都很早很早就起来了、哦，有时候去买菜，或是干嘛聊天等等，然后有的是利用那个黄昏时候，哦、黄昏的时候就是。也是出去散散步，那动机的话，它大部分都是群聚性的，就是说约好一群人去，可能比较有个伴，那也比较安全。有些晚婚的时候，一群我们那边都一群人去走路哦，一群人啊，这样子真的安全许多。啊，有会带小朋友啦，推了三轮车啊，那如果是比较可怜一点，可是拿那个辅助型的那个行步器，然后有的是坐轮椅的，是那个外劳会推他过去看哦，就晒晒太阳也不错，然后都会看着小朋友在玩啊。他们就应该觉得蛮开心的。那在路上的话，有空他都会来啊，基本上都会来。如果没来的话，哈，通常可能有不好的消息，生病了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。就是我们南投有一个叫中心村啊，是很好的地方啊，应该号称是全台湾最适合养老的地方啊，就是都平房啊，都绿，那树木绿地都比房子要多哦。大家有空都来南投来养老。以上是我们第一组的报告，谢谢。好，时间到哈，刚好时间到哈。好，那现在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动作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手上有没有拿的那本那个运动精华报告书？哦，有。来，等一下哈，有嘛哈？好，那我也把它分享在我们的那个档案好了。好，稍待一下哈，我把这个。因为有的人可能刚好没有带到，那我把它线上分享，请你们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去翻阅一下你们的预测，跟你们的预测跟你们看到的是实际的状况吗？哦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请你们上网哦，不是上网，就是拿那个运动报告书去查一下，有查到的。哦，你觉得跟他所整理出来的信息是正确的，就打圈；错误的，哦，就打叉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等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验证一下假设这个动作。哦，验证假设，那运动现况对的打圈，错的打叉。哦，来，在你们那个海报不要动哦，江报不要动，就是在旁边做个圈或者做个叉。来看一下你们的预测是如何。那给各位，我们在四分钟的时间，哦，四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在你们这海报上面打个圈或打个叉。哦，那因为要阅读那个资料有点久哈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再给四分钟的时间。哦，拍照上传。哦，对，那个上一节的我们还在统计，已经统计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哦，刚刚有人在问说，那个每一节到每一节的作业跟分数，那上一节我们还没有宣布哦，因为你们学习单完的时候是加上一节，哦啊有改分数了，然后再来这一节的，也等一下也会有学习单的部分。好，可以画个圈，或是用笔画个叉。哦，对的，跟你们的预测是对的。哦，第四组有没有在动？哦，在你们江波上面画一下，预测都那么准哦，没人打叉叉哦。
好，还有两分多钟哦，慢慢看没关系。那好，来，时间到了哈，时间到了哦。好，那好，时间到了哈。那现在呢，各位，哦，我们现在啊哈，等一下我们要做学习单。那我现在做学习单之前，先给各位做个结语一下哦。那就是说，在整个从公民的探究的角度，不能只有凭说你的预测、你的自己的想法而已。哦，经验的合理推测是错误还是迷失？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视野的关系不够多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推测是错误的。那在有时候是有凭有据哦，几分证据说几分话。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哎，假如说我们都说老人都没那个，我们老人肌肉都没力，啊，到底是什么没力？可能我们要找出一些科学的证据，人家有没有实验证据？我们要摒除个人主观，才能够开始同理，哦，才能够开始同理，这是就是蛮重要的一件事。其实今天我们带这个活动，只是要让大家第一个训练大家合作讨论，然后提出开始先从广泛的思考，然后慢慢的聚焦收敛，哦，然后甚至要稍微能够借着一些资讯来验证我们的想法。哦，这样才算同理，不是个人的想法，而是同理心是除了我们的感受之外，还要再收集一些证据的一个部分。那我觉得这节课，哦，那大家哦看到那个江波上面很漂亮哦，这节课麻烦你各位，你觉得一到五分，你自己在这节课的表现几分，请在讯息栏上自己给自己加一到五分哦，一次你自己打哦，一到五分哦，请自己打。然后呢，再来我们要宣布一下，那个哦，请自己打，自己加分哦，座号，对，要打座号哦，座号加几分你自己打哦。好，觉得你这节课表现几分自己打哦。哦啊，有打的，我们的博瑞再帮忙统计一下哦。然后
再来，我们要宣布一下上一节课表现好的人的分数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上节课表现比较好的，那博瑞比较好的是几分？是哪两位？13号许宏瑞老师，然后第二名有两位是邱彦宇老师跟陈玉慧老师。第一名是13号、啊、13号好哦，许宏瑞老师你在上一节课获得17分哦，得奖，然后呢第那个9号跟21号9号跟21号好，那是同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我们给这他们前一节都没得奖嘛？哦，他前一节都没得，那我们就给这两位哦，把第三节课的奖项呢，这待会我们就只选一，这只等于第三节我们只选一位而已哦，因为他们前面没得，前面都没有那个部分哦，这样子这两位老师可以吗？哦，那大家都没意见了，哦，也就是好，然后把那个一个登记在我们第三节课的奖赏。那这节课的学习单，哦，我们现在是34分，哦，我们现在34分。同样的，请再将你这节课的那个年长者的现况的重要运动现况重要性的部分，请缴在这里，哦，请缴在这里。那我们给各位5分钟写，休息10分钟。所以说，我们下一堂课是在4:50上课，哦，4:50上课。那大家就先写完就先休息一下。课间是否不需缴作业？哦，其实这个应该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我是留5分钟给各位写学习单。然后再加上10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哦啊，大家可以利用时间赶快先写一下，哦，第一节少加3分，太晚讲了，父亲，哦，呵呵，啊，父亲，你不缺礼物啦，下次找人讲，哦，好，哦，那我们到4:50哦，刚刚利用5分钟，刚刚写完4:50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最后一堂课了哈，4:50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的话，这个时间给各位写学习单一下。哦，哦，写完在家休息10分钟，总共1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4:50上课。那写完就可以先休息。